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记忆，这记忆经过岁月长河的洗礼，凸显出民族值得骄傲的儿子。他们用生命，用智慧，用汗水，把民族历史的车辙一一记录。而艺术家又将历史上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编织成艺术的图谱。作为一名杰出的画家，赵志田始终把记录民族的历史作为毕生的使命。如今他虽已年近古稀，却依然坚持作画。他那矍铄的精神气质，儒雅的学者风貌，常常感动和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而他对中华历史的尊重和自豪，对民族苦难的悲悯与呼号，也时时体现着一个当代画家的强烈责任感。按照画中内容，我们可以把赵志田的作品内容分为建国前后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的创作时间又有所交叉。他往往站在时代的交汇点上，前望古人，后古来者。这两部分作品在艺术创作风格上不分轩轾，每幅都是笔致高雅的现实主义佳作。在创作上，这些作品更可谓一脉相承，每一笔触都充溢着高昂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既体现了他对历史前进的解读，也包含了他对时代不懈的追问。现在我们就先来欣赏这前一部分作品，同画家一起沿着时空隧道逆流而上，分享昔日的繁华，祭奠不朽的英灵，追忆苦难的历程，走向民族的复兴。赵志田对于中国历史的追溯最远可及春秋时期，这时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大发展。画家把对先哲的仰慕、对圣贤的钦佩之情全都化为了笔墨。《紫气东来》中的老子道骑青牛，白发先须，出关之态，大道之气，已于画幅内外。另一幅表现春秋战国历史故事的画叫伯乐相马，讲的是春秋时楚国人孙阳非常精于马的研究，由于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叫伯乐，人们便把这个雅号送给了他。画家做这幅画富有呼唤伯乐和千里马之意，也是对民族传统和民族智慧的一种认同和光大。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绝浮云，诸侯尽西来，名断自天起，大略驾群才。无可否认，结束春秋战国的民族分离，实现中华大地的整合统一，是秦始皇最大的功绩。赵志田因此绘制了秦汉系列，其中包括这幅秦始皇筑中图。为了创作这幅画，画家除了注意人物表情形态的描摹，还对服饰器物的形态进行了广泛的查阅和研究。我们画这种历史题材的时候，既受这种
就是历史上一些优秀作品的影响，但是也一样，也要重新创作，不是简单的重复，历史上的东西。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永乐宫壁画，我也非常喜欢，但是我们这个画完了呢，绝对又不是简单的重复那壁画上的东西，比如说人物刻画。那我就在人物刻画的那个身上，包括一些老将也好，秦始皇也好，都在人物的精神状态上，也就是下了一点功夫。你比如说这个钟，每一个朝代的钟它不一样，对吧？那这个呢，也当然也就得找照片了。这是秦始皇时代的，他这种钟旁边是龙凤纹这种，你现在后来的钟没有这样的。他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怕老百姓造反，他把六国的兵器都收上来，他化成了这个铜水，铸了这么六口钟，12个铜人举着这个钟，这旁边是这个叫钟具铜人，什么都得去了解。你像这个吧，后边要天空呢，我不是画了几个仙鹤吗？因为仙鹤它也是一种吉祥的象征。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我们跟随着画家，走入了再度混战的三国两晋时期。他对古代英雄题材的偏爱，可谓跨时代的惺惺相惜。东临碣石中的曹操，白马红山，背景海浪翻滚，尽显乱世枭雄之貌。同时代的三顾茅庐，则是一幅长卷，其中人物的刻画神态各异，气质不同。刘备仁厚谦恭，关羽忠义沉稳。张飞直爽暴躁，诸葛亮运筹帷幄，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竹林七贤》这幅画则体现了画家对于高岛风格的向往和钦佩，这种回归于自然的颖悟和旷达，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到了唐朝，画家的画中不再是硝烟战火，而是温馨的田园风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赵志田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唐诗宋词，有着特殊的偏爱。即使是唐诗宋词，赵志田也比较青睐于有浩然之气的大手笔，比如这幅中。风流倜傥的李白正在吟咏着："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千年前诗人的胸怀，暗合了千年后画家的情趣，这就是艺术对于时空的穿越。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也跟随画家的画。来到中国近代，屈辱的近代史如重锤一般刻向画家的心坎，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不变的民族关怀。画面上，黄遵宪与康有为、梁启超正在共同讨论创办《时务报》的问题，他们指点江山的风发意气、救亡图强的热切愿望。都被生动地表现了出来。除了历史故事，赵志田对于历史遗迹同样充满着浓厚的兴趣，比如大梦敦煌，其中恢宏的景象和绚丽的色彩都令人赞叹不已。赵志田并没有把敦煌景物简简单单地照搬到画布上。而是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他笔下的敦煌，也并非莫高窟的某一局部，而是进行了概括性的升华。他将最有名的大佛
置于画幅中央，肃穆庄严。佛祖宁静的表情中渗透出普度众生的美好宏愿。画家把远观的景物置于画幅底部，更衬托出佛光的普照和万物的景仰。飞天等神话图腾分列于佛祖左右，表现了古老文明的融合，使这方寸之间的典型构图牵连着灿烂又漫长的文化背景。历史的风浪把我们卷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率领下，八路军总部从五台山地区转移到太行山区。与此同时，八路军129师也奉命进驻太行。129师在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同志领导和指挥下，先后创建了晋冀豫、太岳、冀南和冀鲁豫4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其活动和控制地域西起同浦县，东至金浦县，北抵正台路和苍石县，南临黄河和陇海县，是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这是苦难的历史，也是战斗的历史，是血染的历史，更是光辉的历史。它不仅牢牢地铭记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中，也触动了一代又一代画家的笔端。赵志田就是其中的一位。那首先画这张画呢，这个我觉得对于我来讲，一个是有点作为一种历史责任嘛。因为在我们这个年龄的画家里头，经历过日本人扫荡的不多，但是我经着过了。因为我们属于冀中平原，正是日本人的五一大扫荡的重点灾区。那么日本人扫荡那时候，我是3、4岁的孩子，但是有个印象，这种印象呢像刻在脑子里一样，就是忘不了。是姐姐姐夫养大的，受家庭影响、社会影响，成长起来的。从小就喜欢画画，来了以后就坐在我们在平安里住护国寺啊，他就坐在马路上画什么，画这个有轨电车。所以他这个画呢，画了以后看过，一个白青文，一个克里画，这我这他说的，白青文。1941年，从晋察冀给延安送物资，一修跑了140里地啊，最后我就吐血了。吐血以后啊，克里华给我就看了。怀着对八路军的钦佩之情，赵志田把这些艺术作品的背景都定格在太行山区。而为了能清晰而准确地再现当年太行山的战斗风貌，他不止一次地进行徒步穿越，他用手摸遍每一块石头，用心绘制每一株草木。究竟去了多少次，走了多少路，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像您说的汪光同志这种人物哈，对对对，是不怕牺牲啊，对对对，这种斗争的这种精神，哦，就是很多的这个作为。他一个很多就是报纸上经过宣传很有名的英雄人物，咱们知道的还有好多不太有名，就是大家不知道群众里面这种英雄，他也是很多的，就是没有这群众的英雄可多了。这种人呢就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一些个就是优秀品质，就是一种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是的是的。第一次我们去呢，那老连长还在，
他呢，除了他给我们讲了这个战斗的这个过程，然后他就，找了村里一个村干部吧，带着我们沿着当初的那个作战的路线，那仗怎么打的，开始从哪儿撤退的，在哪儿打阻击的，讲的都非常具体。他从北京的郊区开始，直至河南的辉县，沿着八路军部队主力的路线，一走就是20来年。他每年都抽出一定的时间，跑到太行地区，有时是几个话友一起，有时就有两个学生跟着。赵志田画了很多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概括了南北两侧太行山的风景地貌。最终，他创作的《烽火太行》名震海内外，成为画家的代表之作。赵志田每一次到太行山，都要深入到广大的村民中去。我也是想着把咱们这一段呢，就是除了八路军，那么还有八路军，所以能取得胜利，就是由老百姓的支援，是吧？就老百姓跟八路军团结一致，一块儿的那个抗日，才能取得那么一个胜利。所以那个画呢，我也是想着，除了画八路军呢，就画把老百姓画进去，就是老百姓支援了八路全民抗战。你也不是老百姓也不行啊！哎，没有老百姓不行啊！是不是啊？哎，所以在我也是想让老百姓能看懂这张画，因为画的呢就比较写实一点，是吧？大家看起来就能看得懂。因为我们有时候太专业化了，大家就不太容易看得懂。嗯嗯，他俩他俩原来画了不算画了，这不是原来这里和这地方是一样，这庆祝胜利的嘛，以前的庆祝上。因为看戏了，自从抗战时期一直画到开始解放。嗯嗯，这多好。你有白求恩，这是吧？嗯，白求恩。嗯，白求恩。嗯嗯，看像不像？这不是在太行，那烽火。烽火。嗯。这你看，支援抗战光荣榜，你看，这是，是说抗战光荣。嗯。这不跟那个做那像一样。啊。那是帮助老百姓。啊。收粮嘞。嗯，帮助老百姓收粮。画的抗战，烽火太行。你看这个画的多好。没有。一分钱。这都也是画的。这不是在墙上贴的毛主席像吗？以前这不是。这是那字数。哦。他同他们一起聊天，了解他们以前和现在的生活。他听他们讲述八路军的故事，每一次都听得热血沸腾。他给他们画素描肖像，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民画家。虽然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个画家，但是我跟他们应该是一家人。是吧？只有这样，那个画面上才能作为代表他们说话，代表他们的思想感情，代表他们的一些个想法、一些观点，这样呢才能跟他们有沟通。就是说，他们看完这个画以后，才能够感觉比较亲切，是吧？参加过抗战的老同志，他们看完画以后觉得非常亲切。我们当初就是这样的。就是参加过这个抗战的一些老同志吧，都非常高兴。我觉得这个作品能够为他们欣赏，为他们服务，哎，所以我自己呢也觉得非常高兴，就是做到了我当初画这张画的愿望。但你也
我们的使命就应该是能够把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中国民族的这种斗争的经过，能够通过这个画笔把它反映出来，这应该我觉得是个画家的一份责任。除了个人的身世和亲赴山区的经历，赵志田还很注意与同行画家的探讨和学习。同是画太行的资深老画家燕寒经常与赵志田在一起聊天，可谓亦师亦友。他们不仅讨论绘画技巧，还互相讲述自己所知道的太行山的故事。用燕寒自己的话说，他们谈论的是画外之画。画家的烽火太行引起了书画界的广泛关注。赵先生啊，应该说是中央美术学院文革以前毕业的蒋兆和工作室的一个重要的成员，他是蒋先生的学生。就这个画家，他无疑受到蒋兆和这样一个教学体系的影响，一个是现实主义，再一个是关注和社会人生这个主题了。他有个抗日的情景，他抗日烽火这个场景，好像21米长，哎，一米多高的场景，他是一个铺展开的抗日烽火这个斗争画家。如果说蒋先生的《流民图》是主要从战争的灾难的角度来控诉战争的罪恶，唤醒了人们民族意识的觉醒，表现了深沉的人生的关注，他和他出的时代不一样，他可以正面来歌颂这场战争，他就从受难的老百姓和军民之间的这样一种联谊关系、亲情、军民这种亲情，他们从事的这种正义斗争的这些事业的一种情境，一段一段的把它通过这个场景表现出来，可以说要带一种宏大的叙事的这样一个结构。但是呢，他选用的一些情境呢，又不是大的战斗场面，又是一些使人感到亲切的一些具体的小事，有很多动人的故事，他从中提炼出了一些几个主要的情境，把这个历史表现出来。我想这张画应该是他这个代表作，把重大历史题材升华起来，把背后的精神提醒出来。我想他的这个长卷的这种立意和整个当下在表现主题创作上他的审美意趣有比较大的区别。我认为这种区别具有一种重大的气象，是一种民族精神。作为历史的这一个重要课题对，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来爱国主义教育来讲呢，这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春秋战国到抗日烽火，赵志田用自己手中的画笔记录下一幅又一幅历史的画卷，凡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都从他的笔下鱼贯而出。独特的视角、精湛的记忆，使得原本枯燥严肃的历史被演绎为中华民族鲜活的彩页。而作为一名当代画家，一位在新中国的红旗下学画、习画、作画的知识分子，在表现当代重大历史事件时，又会创作出怎样精彩的巨作呢？请您关注下集，从伟人肖像到时代风貌。